好，换衣服，换衣服。哎、欸，他今天穿很好看，大家看一下。嗯、No, 我自己。OK 嘴。麦格麦格。你痛吗？很舒服。你舒服吗？很舒服。男朋友很舒服。嗨，大家好，我是越南强尼，我又来到了阿蒙 Barber Shop。 今天呢，我是带着任务来的，因为呢，你们上次看了一个 ASMR， 结果呢，是一个漂亮小姐姐，有着大众脸，但是非常好看的一位哦。于是今天来达成你们的愿望，就是希望今天能够跟她讲话，然后多做交流。所以呢，我们赶快进去迎接她吧 ，Let's go！ 你好，哦，新的柜台小姐姐，你好。好，那这是他们的漂亮的新 menu， 那大家看一下项目，那可以看，哎、欸，其实都蛮便宜的哦。Let's go。Okay。 嗯。走吧，走吧，走走走，带你走。哪里？哦。哎、欸，好，换衣服，换衣服。哎、欸，他今天穿很好看，大家看一下。No, 我自己。OK 嘴。麦格麦格。好啦，那我来了。谢谢。哎，今天一直要闯入，为什么嘞？好害羞。对不起哦，我的菜就是长这样子。对，我的。今天穿很漂亮嘞。俩呗，但是要红那一只俩。Everyday， 这个去台湾呢，我觉得就是那种网红明星等级了啊，就是因为它太天然可爱了。帮你，这里吗？哦，好害羞。一个叫刮胡子，刮红血。你台湾人吗？你呀、啊，台湾呢、啊？嗯，台湾。嗯，冰暖的。台湾好帅。你好漂亮，好漂亮。今天互相吹彩虹屁，感恩感恩。Beautiful. And then, what? Honey. Really? Yeah. Lam a lai mak thong. What is it? Cut your nail. Yui yui. Tip.上次已经体验过他的 ASMR 了，这一次哦，一样舒服。Thank you.
真心不骗哦，哇，有够厉害，有够舒服的。他们家对于背部这边好像有特别加强，很深入哎。眼睛都不太敢打开，很害羞。刚刚那个角度，好，我的理想型有一点就是这样子，气质天然。那接下来就要问年纪了，看跟我能不能合。很帮你对，你不会单独 ？No， really？ 哪有？怎么可能？我觉得不是，帮你。陪你不懂。24岁 ，OK。OK。勇安吗？勇安哈，明天中秋来一安。朋友。朋友，朋友，晓我哈 ，M I 也咪晓啊。安是通恩。男朋友。啊，男朋友。谁给你？男朋友。嗯，对，男朋友，女朋友，我乱讲。但听了就爽。男朋友啦，反债。男朋友啦，反债啊。生气吗？男朋友啊。哦，他是在猛讲哎。啊，女朋友啦，板改 ，Honey， 我的女朋友。男朋友啊，还好吗？男朋友觉得很好。他现在啊、哦，听不懂啊。他现在毛起来讲哎，我现在耳边就一直回荡着他的男朋友、男朋友、女朋友啊。你痛吗？很舒服。你舒服吗？很舒服，男朋友很舒服。他等一下生气。I'm candy 哦。好啊。I'm hungry 了，对不对？安华。安。Honey。Honey 啊。Honey 啊。嗯。Honey，my name Honey。Oh really？你呀、啊、，later my， 等下 ，money， honey， no， later， you change ha money and customer money 呀、啊，对，honey go honey， 啊 money 就 go money， 你看这通门吧，包妞，唐北，让唐北啊，巨蟹座哎，很顾家，喜欢 ，good， 他今天穿得很好看。我的女朋友啊，漂亮哈，很漂亮。顶贴牛捏那包牛顶，公了公了，恐怖哦 ，OK， 我就热敷衣，热敷衣，他真的很好聊哎，很硬哦，很硬哎，很硬哦，嗯，很利索喂，屌，硬啊。很硬嘛，很硬。
不会。哎呀，有一天，很调皮耶。不会 ，for you 都不会痛，是蛮可爱。这个毛毛毛，嗯，都毛毛。怎样？嗯。哎呦！有什么？你看，玩起来了。这一边真的就是欢乐。哎呦！你用那个海公杯啊？海公杯、啊？那个龙松，龙松啊？野车野车，羊毛？那我看有没有那个摸根孔，老公。你等一下有尖锐了可以 OK làm đi làm đi làm bây giờ ác động chứ quay mà không cho ăn đúng không? Yeah. Sao phua? Để xem. Camera ăn sáng rồi. Camera ăn sáng rồi. Tôi sợ ăn. Trời ơi. Làm đi. Phù thủy. Phù thủy. Camera phù thủy. Phù thủy. Phù thủy là cái gì?我们讲很多秘密，完蛋了！这一步，老板会不会生气啊？一直在聊天。哎，你们不要跟我生气哦，我按摩有，但是就是希望跟大家聊天，然后分享一些我们真正的在拍摄的过程是这么欢乐。好，转过来，你说很好哎，对，说很好。
包包妞。嗯，干嘛没烧？一二一一一要吗上哦他今天太调皮了哇哇好高好吗 OK 一一二上哇哇还烧这高你说什么牛筋牛筋所以现在干嘛？好了吗？羊啊，羊吗？羊。羊吗 ？OK。人。嗯。真的。哦。尖嘴。真的谢谢。熟。女朋友这样可以吗？可以吗，女朋友？那是我。
今天就是我在阿姆 Barber Shop 的体验哦，就是我认识了一个新的女朋友，然后呢 ，Honey。对对、嗯、Honey 真的按摩很好、嗯、对，那其实呢我发现她骨子里可能是女王哦，所以呢她小的这帮你服务那其实呢就是主打一个欢乐啦，那今天真的就是完全跟她聊很多，然后呢、嗯、不好意思啊，可能按摩部分没有办法让大家太专注，不过希望大家一样呢就是跟我们一起欢乐好不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就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大家拜拜拜拜，走了，我们立安根好，没事，给我了 OK 好，你有啊，可以哦，立安